到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的2017年最新的动态长袖T恤镜头，这个是唯一来的，镜头的隐蔽性非常的好，你是真的看不出任何东西，你可以随便找啊，镜头是非常自然，衣服不会有任何东西的弊端，非常的自然。使用的话呢是充电宝的供电，时间可以用，可以用自己的充电宝，市面上任何的充电宝都可以用的啊，时间自己说了算，想用几个小时就几个小时。前后距离30到65，左右30，上下30，超大范围。我们来看一下它挂板效果啊，傻瓜式的对牌，不论是放桌面，主机放这里，大家看着，我可以把它扣起来，都可以很轻松的对到牌。360度爆牌，对不对？完全不完全实战的，完全按照实战的效果啊！看一下，拿在手上，拿在手上同样是可以的。到一，是，高度，是，远度，是，近度，是，放弃。这款镜头优点，衣服自然，好对牌，范围大，时间久，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继续摸摸。